洛港鎮農會是在26號舉辦普渡的法會，這次總共準備了200多道的獎品要來普渡好兄弟。在法會結束了後，也會把這些普渡品捐給愛心基金，幫助那些弱勢的民眾。道士是念著經文要來超度這些好兄弟。觀音娘娘四方一時分為兩，一點點在天天生生，二點點在地地裡安，三點點在大雄大雄一裡安，一王一方幹他一時安。洛港鎮農會這次總共準備了超過200道的獎品，要來普渡好兄弟。在咧法會結束了後，也會把這些普渡品捐給愛心團體，來幫助一些弱勢和需要幫助的人。今天我們懷著感恩的心哈，來舉辦這個普渡法會。我當然也希望說法會能夠圓滿，功德圓滿，陰陽兩利。同時呢，我們不僅是祭拜五行眾生，然后我们所准备的贡品，在法会圆满结束以后呢，我们也有跟这个喜乐孤儿院，还有志诚慈善会忠义慈善会这些比较需要能够帮忙的这些团体，我们会把贡品的部分捐出来让这些团体能够接受我们很诚恳的心意能够当成一个这个。一点点对我们鹿港镇民需要能够去协助的人有一个帮忙。鹿港农会平常时都在照顾和辅导农民，这次也透过这些普渡品来帮助弱势乡亲，希望可以为社会尽一份力，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都可以得到关怀。新中华新闻蔡中青，鹿港采访报道。